今天呢，我跟这位浙江的少爷来到了浙江的省会。浙江省会，杭州。杭州。杭州。准备现在去一趟西湖。好，准备去西湖。这是杭州这个非常著名的、特别有名的景点，一块钱人民币。啊，一块钱人民币。对啊。你去过？一块钱人民币就西湖啊。啊，是吗？对啊。这个就准备去，然后夜游西湖一下。夜游西湖。因为现在已经他已经三点了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们一起说吧，因为我也不要说什么。对，然后呢，这是我们的房间。给大家看看外面的景色。对，看看外面景色。看看我们这个浙江省会。噔噔，哇，很繁华，你看这边一看就是什么金融区啊，是吧？那呢，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东西，那就先这样吧，然后我们一会儿西湖见，拜拜，拜拜，西湖见。Taxi。谢谢，辛苦了。哎呦喂！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呢是哪里呢？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叫做……又是一个小小的惊喜，小小的惊喜。你知道在哪？哦，我看到了。来，准备三、二、一，噔噔！哦，帅，这是帅，这是帅。不好意思，哦吼，哦吼，哦吼，哇哦，就是帅，来，这边，来，担忧不畏过去，我有说过这么好听的话？这是你自己说的话吗？好像哦，现在也会铭记。《思诚日报》。40%命，60%决心，以心换心，投桃报李。有没有什么感想？挺感动的啊，可能会更努力吧。更努力吗？对。哇，很帅啊！一二三，耶！走吧，谢谢。好多人在看我们，没错，那个就是我，没错，这个很有面子啊，特别有面子啊，可以啊。非常棒。等下我先去喷泉，愿意还有好几分钟。喷泉，哎，那可以啊，先去那边占位置。对，这边，哎，不是已经开始了。蜜蜂圈已经开始等了。哇 ！Everybody 急着摄像机。哇！人太多，根本挤不进去。要不你骑我头上吧。哎，你确定你能承受得了我吗？可以啊，你看别人都骑头上，人家小朋友都骑头上，我要骑你头上，对啊，我抱你起来。哇哦！哇！哎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在哪里，随便走，走到一个步行街。但是你看，这里有些站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宫殿，这个地方感觉拍照片挺漂亮的。哇，好漂亮，好帅啊！走啊！共同往里爬，又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，我们可以慢慢的找地方。这里是这么多棵树，不是一棵树，我跟你讲。对。
你看这么多景点，大家都不知道这是西湖。你说我们现在是说是在那个北京三里屯那边也行。What？ 就像图呗，就散步呗，咱们。嗯哼。这是什么？好多人在广场舞这里，他们过去跟他一起跳一下。走，我们走，走啊，走，去看啊，在西湖旁边跳广场舞。对啊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。没错。哇，他跳的不是广场舞，是交际舞哎，这么多人。咱俩怎么跳？会凑热闹。咱俩跳那个 moonwalk， 这时候肯定已经公开了 moonwalk 了。我猜这个。哎，要不要试一下？可以，我。天哪！你不尴尬，我都尴尬。谁提的议啊？他。在跳那个，moonwalk。叔叔阿姨们都看，我们都露出了慈母慈父般的笑容，没错。这两个小伙子大晚上的跑过来跳，是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跳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这乱整，太不潮流了。跳的，我们跳的才是潮流。哎，我们要走对面去还是走的旁边？杭州西湖，杭州西湖，哇，这可以，这就是标志性的，这个你就是 everybody 都不可以说谎的。对。要拍赶紧。